因為今年辦得好好嘛，我哋嚟本場啊嘛，本英國啊，本係、哎、本場啊，本呢個奧運嘅場啊，同埋呢個殘奧啊嘛。我覺得佢夾打得好成功，啊殘奧同埋呢啲奧運都好成功夾得，即係我覺得佢好似與民同樂咁樣。係啦，觀眾啊，嗰啲即係 spectator 嗰啲人都好好咯，即係係啊，即係整到好有氣氛咁咯。我中意啊賽跑。嗯，啊，跑好，英國都好好成績，攞到中國都又係幾好啦，咁你中國又係好好嘅都係。我對奧運沒有太大興趣，然後這個遊行我覺得實質意義不大，就是勞民傷財啦，然後再把大家用民族主義洗腦一下，讓大家觉得自己好像很爱国，然后可以帮英国做点事情，但是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建树，说实话。嗯，台湾其实一向体育表现都不怎么样啊，因为我觉得那跟过去的历史政治背景有关系，就是我们一向对于智育，就是德智体群美智育之外的教育不是太重视，所以体育方面我觉得有拿牌已经不错了啦，我觉得他们都很辛苦，可是政府在这方面一向都是没有什么作为，所以表现不亮也没有很意外。So pleased with the 400, a bronze, and that was just incredible. I didn't even expect anything in that. I was so happy just to even make the finals and outside burner in lane one. The 800, obviously, I was a little bit disappointed, but again, to be on the podium was incredible. Everybody's support has just been so incredible. 来到伦敦就是看一看这个伦敦的街景，然后顺便一起大家有这个游行一起狂欢一下，然后也挺好的。然后就走走看看，奥运的时候有关注一点，因为那个时候正在法国读书嘛，所以就关注的比较少，但是也有看一些中国队的比赛啊这些，啊，然后感觉这届奥运会办得挺好，但是状况还挺多的。下一次的奥运在南美洲嘛，在巴西，然后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很热情的一个地方，然后我觉得。就是肯定会有不一样的东西，因为好像是第一次奥运会在这个南美洲大陆来进行，我想那个桑巴舞的热情应该是会让大家都为之一振吧。